是蛮奇怪的，这些民进党的公职人员讲了这样子的话，但是没有任何的谴责，只要删文就好。他有道歉啊，不行吗？李莱西该死啊，他不道歉啊，死不认错啊，所以可以骂啊。同样都是消费啦，我讲白了，李莱西也在消费人家啦。这几位我们讲到台湾浩劫这些网友，你也在消费一个死者啦，同样都是消费，所以只要道歉就好了。那我只想其他好好想一想，我们就以韩国瑜为例了，他没有道过歉吗？照你们的标准道歉就好啦，道歉就不要罢免啦，道歉就不要抹黑啦，道歉都不要栽赃啦，道歉都不要扭曲啦，有吗？他道歉完你们就放过他了吗？没有啊。但这一些民进党的议员，或者我们不要说民进党的网军，侧翼的网军，他们用这样子激烈羞辱的言论来消费许昆源，就怕许昆源的悲剧让韩国瑜再度茁壮，所以抹黑他赌债啦，他以前有什么样的背景啦，他很害怕啦，怕被查啦，所以才如何如何又如何啦。所以韩国瑜说把担心台湾民主都一样担心台湾民主，为什么民进党眼中的郑南榕是英雄，许昆源却变成狗熊？然后你看看民进党有多么的狭隘。韩国瑜说为什么把许昆源变成狗熊，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去羞辱他，不是说有人说许昆源是狗熊。你看看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找出那句，包含他，韩国瑜拿出证据，否则又是另一次自己编造的攻击，把问题丢给民进党不道德消费死者。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韩国瑜要去找到一个网友或是一个民进党的人说许昆源你是狗熊，否则就是假的。你到底在讲什么？韩国瑜的意思，对不起，我们还是得帮我们帮事实讲话。我们直接说赌很大就好了。对，我们民进党议员啊，我们没有讲别的，我们不是帮谁说话，我们站在公平正义这一边啦。把许昆变狗熊是一个比喻，你怎么会这样消费他、羞辱他，而不是有人说许昆原是狗熊？你看看民党这些政治人物，这时候真的把良心拿出来。好，来，我们来看这个黄杰，黄杰，他 po 了一篇脸书。这个没错了，这个如果没有韩国瑜可能就没有人要理他了，这个白眼女神可能就消失于政坛，下次可能也不好选了，所以他发了一篇文章，好像这个文章的内容我想是可受公平，那请赖老师来评论一下。来，我们先看黄杰写什么，他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我都不想评论和回应，那你还写，那你还写，然后希望风波到此，那你还写，留给家属和逝者空间，那你还写，今天听到韩国瑜啊，对吗？原来是因为韩国瑜嘛，逼得你不得不写。好，我懂了。好，来，简单来说，他说韩国瑜自导自演。为什么自导自演呢？因为没有人说许昆源是狗熊，只有韩国瑜说，所以你自导自演。我再说一次，许昆源是狗熊是一个形容，是形容有些人在羞辱他，把他变成狗熊，不是有人骂他是狗熊。好，民党的朋友，这个逻辑好一点，来，至少这点就算了，议长生前那么挺韩，怎么还有脸消费这么相挺的友人？请不要为了巩固支持寻找这个政治情绪的出口，做出泯灭人性消费王者的行为。好，这是黄杰议员对于韩国瑜他提到许昆源部分他的解读，他认为是韩国瑜泯灭人性消费死者，很不尊重许昆源，这个话术也太超过了。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当然我不是讲全部了，我只是说有很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实在是太多的仇恨了。我觉得这个仇恨太多以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政治的容忍度就越来越狭隘了。许昆源当天往生，马上就有人开始做政治操作。做政治操作的目的在哪里？他们担心因为在台湾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习俗，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死者为大，尤其是许昆源跟韩国瑜的感情这么的深，而且他是力挺韩国瑜，那因此就有人担心这个会产生这个某一种政治的效应，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洗风向，开始去把他抹黑，
说他欠赌债、洗风向，引导这个舆论走。我们当时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第一时间就开始进行查证。那多方的查证以后确认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而且是故意抹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当然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一种政治的操作。所以我倒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国民党也不用太难过，因为正派的人，因为这个社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正派的人，正派人对于你们的政治人物有很多期待，所以他的要求比较高。那对于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已经没有期待了嘛，因为品性就是如此嘛，性格就是如此，而且充满了仇恨，然后心胸那么狭窄，那么也不过就是举一个比喻而已，连这个比喻都不能够容忍，也就是韩国瑜把郑南榕跟许坤彦拿来做比喻而已，连这个比喻都不能容忍，两个都是往生的，然后你看看连这个比喻都不能容忍，已经狭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那但是为什么社会对这些也没有批判不期待嘛？哦，也就是说，所以当一堆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又出来那个批评啊，你怎么可以讲这句话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期待的，所以我们对那些绿营的政治人物讲的也就算了，因为没有期待，这个也就过了，因为他们的品性就是如此。韩国瑜对高雄有三大贡献，哎，真的，第一个呢，他是路平灯亮水沟通，哎，不止了，这个太低层次了，我们把它拉高一点。第一个层次就是他真的确实是使高雄成为台湾关注的地方，最被关注的地方，最被关注，国际间的关注。我们每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连台北市哦，以前台北市柯文哲是很被关注的哦，还办世大运哦，对哦，现在台北市没有人关注，我们只关注高雄，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韩国瑜使高雄被关注了。第二个，他构成了一个平台，使那些地方的议员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突然间有了一个挥洒的尽情表演的政治舞台，所以怕先怕没了嘛。所以这些人，你想想看，想办法。哎，你讲对了，他就是生怕没了。所以你看，一定要不是生怕没了，是已经没了，因为已经快要关了。所以快要关之前，那么进去灵堂的时候吐个大孔，出来的时候突然间嚎啕痛哭。哦，然后现在一句话以后又开始用话术大做文章，你就可以知道，因为政治舞台快结束了，要赶快消费，要赶快把它用到最极限。年纪轻轻的，心机是蛮深的。好，这是第二大贡献，让这些高雄市的议员，你看我们的俊哲，他都新北市哎，台湾最大的城市的议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舞台哎，不要这样说。深喉咙舞台很大哦，还好你到深喉咙来啊。那但是问题就在于新北市的议员有多少人，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看高雄市的议员，每个人都争相表演了，而且都以李四川所言，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失去理性的问政？因为每个人都想表演，都想拿到眼光那个镜头去拍到他。我觉得最后一个贡献就是我讲第三大贡献，他使后继者压力很大。他如果做比韩国瑜不好，那他惨，他立下一个韩国瑜障碍就对了，对，就立下一个障碍，好不好？那他一定要做更好，做更好不是高雄人之福吗？那既然是高雄人之福，我觉得这个就是韩国瑜对高雄的三大贡献。我们退一万步了哈，站在黄捷议员的这个立场思考，好，也许他真的觉得韩国瑜是在消费许坤元议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拜托黄捷议员？或是民进党的朋友，包含罗智正委员等等，好，林长佐委员，你们先回过头一下，去谴责同样也在消费许坤元的梁文杰、王浩宇，还有高敏玲，来嘛，大家消费嘛，好 ，OK， 大家消费。那如果大家都在消费，那你就不要挑颜色谴责，可以吗？好，这个我们黄议员，还有这个罗委员，还有这个林委员，也发个脸书，好，就批评一下他们两位。啊，批评一下高秉麟，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统一标准可能还比较说得过去嘛。啊，只是大家都消费，那就大家都谴责嘛。没有啊，没有啊。他们两位讲话的时候，都民进党的朋友啊，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可能那时候正在因为罢韩欢欣鼓舞，啊，忘了去监督同志吧。啊，其实我觉得可能黄捷年纪比较轻啊，所以他可能不懂。嗯，赖老师说他。我只能这样子想，我只能这样想。我先跟大家讲哦，你去注意一下各大的电视新闻台，这个今天有点跳题，不过我可以分享给所有我们深喉咙的观众朋友。你去看一下各大新闻台，
好，就这几台，包含中天，其实基本上那个 雨用的那个防风防雨的那个外套，基本上很少会去选红色的。嗯，因为如果 不想遇到这个状况，但如果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地震、有坠机、有这种大型的灾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到那样的现场的时候，红色会很刺眼。嗯、我们台湾人如果遇到丧家，你怎么可能会不注意这个事情呢？对。从上个礼拜六到现在，其实如果你去注意看，去调每一天我来参加圣后龙，我去参加其他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也会尽量避开红色领带或怎么样。好、嗯，那但是特别是你到那个现场去，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黄姐她涂的口红去的时候，她可以把口红给擦掉，她也可以戴着口罩，但她没有。那现场可能讲摩利亚的麦给比亚，他出来他哭了，而且他显然也没有想要穿个黑衣服或什么。我觉得这是基本尊重。我如果今天要去，他是民意代表，他没有去过吗？我会穿黑衣服的。对，所以他是民意代表。哎，每天早上七点就要去了，一堆拖要等着跑，怎么会没去过？所以我觉得奇怪，因为通常哦，可能县长又更清楚，他以前当过民意代表，当过县市长，你会穿红色的衣服去到殡仪馆去给人家捻香吗？不会的啦，失礼的。那而且还不只是这个，因为既然要这样，因为他今天的脸书我有点意外，因为他前两天不是就说他不懂嘛，所以我刚才我原本是相信他不懂的，可他今天又泯灭人性在批韩国瑜，那我也不想多讲，因为反正就骂到今天，不要回应他就好了。你回应他明天还要再写一篇了，后天再写一篇，下礼拜下个月还要再写的，不用再纠缠韩国瑜了。因为黄姐就是靠着韩国瑜才有今天的，没有韩国瑜以后之后，那就靠自己，不要再靠韩国瑜了，不要再靠跟韩国瑜打对台而成为全国的知名的政治人物。对啊，所以高雄市议员一些都是这样，你看看十年前、二十年前，高雄市议员有像这两年一样。能够如此频繁的站上全国版面吗？我认真说完，我认真说，我真的只认识一个人，陈志忠没了。我跑政治这么久，我只认识陈志忠。对，但是因为韩国瑜，可是也是因为他老爸。对，但是因为韩国瑜，你会发现很多跟韩国瑜对呛的黄杰啦、高敏玲啦、林志宏啦，你也会认识很多可能韩国瑜关系不错的梅雅、丽娜、黄少廷啊、黄柏林等等，对不对？因为韩国瑜啊。如果不是因为韩国瑜，所以我刚刚非常认同赖老师讲的，韩国瑜，我在他当市长之后，我有一次去高雄访问他，又是应该还记得，我问他那时候刚当了半年多了，你最满意的到底是什么？他是跟我讲让高雄被看见，全世界的华人都关注高雄，全世界媒体都关注高雄，所以高雄在过去这段期间被密集的关注了，所以高雄做得好做得不好的东西，大家也都可以来检视。但是后来因为韩国瑜参选总统的关系，民进党使用相当毁灭性的方式去对付这个选举上的对手，所以即使高雄的登革热的病例数去年58例，陈菊曾经到19000例，他不会有人拿出来讲说那至少做得不错吧？没有，不谈。然后水沟有通退水快，那是因为陈菊志宏池，我也不想否定他的那个做15个志宏池，可是陈菊志宏池也早就做好了，如果有用的话。823/2019，我还去泡水啊。那所以显然，好，志宏池可能有用，但是你中间没清淤，那就留不到志宏池嘛，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就事情已经过了。可是我真的觉得，刚刚我们今天的列表，我越看越觉得奇怪。像罗志镇委员，就说这有点往里面钻了啦，就说请你拿出有人讲是狗熊的证据，对这句话啊，对。那你是你不懂，还是我不太清楚什么意思？今天韩国瑜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好兄弟过世了以后，看到网络上这么多的嘲讽，我不是说这是民进党，有啦，两个民进党右上角啦，有很多更多你不知道他的来源，会不会是什么王军他们反串的，不管嘛，总是你看到网络上确实很多人羞辱许昆源，又说是赌，又说是什么，有嘛，所以今天韩国瑜讲说你何必让许昆源已经都过世了还要变成狗熊，他觉得很不平，为朋友打抱不平，结果说哎，请你拿一个证据给我看看哪里是狗熊，没有证据就泯灭人性哦。那你两个市议员这个算证据吗？那既然要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请他即刻就开除讲说赌很大的议员，即刻就开除啊，不然就停权2年嘛。刚刚国民党而且李来欣应该不是国民党的市议员吧？还是立法院？都不是吧？党员，他就是个党员。我刚刚有讲，那两个是党公职，那国民党只是党员。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那可不可以有一个很支持韩国瑜的，希望也不同，很不喜欢蔡总统的，很不喜欢民进党的，他就默默的，就是 nobody， 他跑去申请加入民进党之后，开始大骂，开始没有人性乱发言，之后发现哦，民进党党员，民进党负责，是这样吗？
今天李莱西他只是国民党党员而已，但这两位不是，这是经过党提名的公职人员。嗯，但是并没有党中。党主席也没有讲什么，说议员这样发言不对，跟社会致歉，没有。那嘴巴上 lip service 都没有，何况没有进到党纪。民进党的文化，民进党不会。那所以其实所以他不会有一个一般人的标记的标准，专门谴责别人，那什么妇女什么的，别人怎么样都说哦，然后自己人怎么样说，哎，这个对对对，这个中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了，好，就是事情到这里。刚刚虎哥也讲，学长也说了，就是他的了解。韩国瑜市长现在希望好好的休息一阵子，好，那休息多久不知道，但至少就不用再去猜他要做什么。这些就是我所讲的，何必纠缠？已经罢免过了，许昆仪议长都已经这个都已经往生了，还有这些，哎，你拿出证据啊，你怎样啊，你泯灭人性，还在这么的，因为我讲一句坦白的哈，因为骂韩国瑜骂的也骂两三年了。已经忘记不骂韩国瑜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本能内建模式就是对他讲什么就是弄下去。忘记不骂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行程，如果说哪里八点没看到啊，一定是前一天喝酒，然后又睡过头，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个套路。所以他现在只有完全的退出，才能让大家找不到他打，找不到他骂，当然还会再打一阵子骂一阵子啊。所以人都会累，刚刚学长讲说人好，人心是肉做的，有的人会同情，有的人会受伤，韩国瑜他也会累。就让他好好的休息休息。嗯，所以哈，这个观众朋友，你不要失落了哈，因为他们比你更失落啊！你，对不对哈？你以后看不到韩市长，你觉得很难过。他们以后是会被大家忘记啊，更难过啊！所以别失落啊，因为他们更失落。我也能够理解啦，我也是这个聊表同情哈。这个时候赶快再啊，这个蹭一波。好，来，我们这个台湾浩劫我们讲过了啦，然后我就不再多说了啦。哈，那网络上的这一些发言，我想某些程度也是都两位起头带起来的啦。哎，有人讲说他赌很大，一定是这个收太多赔不出来，所以啊就开始讲说他是赌鬼啦，欠赌债啦什么。你们就是个头嘛，哦，你收掉了删掉了道歉，那又如何呢？如果道歉有用，那韩国瑜早该被原谅一万次啦。道歉有用吗？见仁见智啦，好不好？见仁见智。好，来，我们往下看哦。这一篇为什么特别把这个高敏玲这篇拿出来？好，没关系，我们就说他们失落，那我们就再让他们曝光一下，好不好？好，来，高敏玲议员哈，最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本来不是说这个许昆仪议长要被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追赠吗？还是哈，就是说他会变成一个荣誉议长？哦，然后是这个全台湾的第一位，哦，第一位。那本来是国民党的党团 ，OK， 民进党党团也没意见，实在力量也觉得 OK， 大家都没意见，就他有意见，而且他的用字遣词之，你我念给大家听，你们可以自己评断一下哈。如果这个是消费，啊，如果这两位是消费，那他这个叫做什么？好，来，我们来看看他的脸书哈。他说，针对哈这个荣誉议长哈。本党团协商的成果，我公开表示不认同，也不支持。好，为什么不认同不支持呢？因为他眼中的许昆源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说，哦，许前议长的背景和为人处事众所皆知。哦，什么意思？你可以去这个思量一下哈。行走江湖，有无道义，有无违法或重大争议事件？哦，这个。相信社会大众有一定的道德标准，而且有公平，什么意思？哦，什么意思？我再念一次哈，许前议长的背景和为人处事啊，玲珑哉啦，他的背景怎样你都知道啦，为人处事怎样玲珑哉啦哈，行走江湖有没有道义啊？他有没有道义？有没有违法？有没有重大争议事件啊？你也知道啦，哦，这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是消费。这个是消费，那这个叫什么？这是什么？黄杰，好，我叫你们的好朋友，意外好朋友，赶快发个文章谴责一下高敏玲。来，这个我们先请虎哥好了。我看这些言论，我都觉得说，反正自己造业自己担嘛。这暗示嘛？你去暗示什么？讲清楚，好吧？那我就想到双标这两个字，双重标准这两个字。前一阵社违法不是我们的司法机关、检调机关很努力去抓吗？这个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的哈，社违法都可以，那这些符不符合社违法里面规定的，应该被起诉，或者检察官、警察应该去找他。
我觉得符不符合这样标准，大家去想一想。我觉得你要去蹭议题，你要去蹭哪一个人，或者你要去制造新闻，我觉得都是很多民意代表想要做的事。我讲一个人就好，我先讲一个故事。我在做省议员的时候，民进党有一个议员叫张温英，哦，非常强，他天天跟宋楚瑜在议会里面就开始吵架，啊，然后的新闻都是他。就过了没多久，他选台中市市长，当选了。对，他跟我讲说，我就跟宋楚瑜，我就在议会这样子，对我就可以选上市长。那是什么意思呢？韩国瑜最红嘛，我只要能跟他对吵对呛，我可以跟他对上，我就跟他同样的高，我的名气名声也会高涨起来，然后我就可以去选市长，或者我的名气就可以到这个地步。好，再像现在大家讲网红啊，很多的言论出来啊，不管是对跟错，有没有人骂你，有没有什么，你就看那个人气指数，好像没有是非了。我觉得最荒谬的就是这些人在做议员的时候，他自己在做政党的议员的时候，他没想过如果今天异地而处，别人是这样对他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水轮流转了，你如何带别人，将来别人就会怎么带你了。我是相信因果的，而且很快会很快，到时候你承受得了吗？今天我看到这些言论，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是有设定一个目标或者设定一个立场，然后用尽心计的去算计别人，然后去讲一些话出来，这是我觉得很幼稚的一个行为嘛，大家看不懂嘛，大家都看得懂。更何况我觉得今天你是执政党，我觉得执政党在上面，不管你从主席副主席，你任何执政党里面重要的人都要出来规范你自己的党员，不要做违反民主的事情，这是你执政党第一要做的事情，第一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你过去在在野党的时候怎么要求执政党的。那民进党要求国民党的事情放在自己的身上，民进党自己来要求民进党你该怎么做，我今天我就不用再多讲了。尤其我觉得我刚刚看了几个字眼，什么泯灭人性这些话，我觉得那已经是超出一般人会去讲的，带有仇恨这么重的话，我觉得没有。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如果高雄的议员甚至过去跟许议长有过交往的人，在这个时候你不但不应该出来讲坏话，你更应该出来帮许议长讲一些公道话，这个叫做人，这个叫做人。做人是什么？不管你是不是跟我竞争的对手，我该适当的时间该做对的事情，该讲公道话的时候，你要站出来讲，这叫人。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你的政党，为了政党的利益，为了保护你自己政党的人，你有偏心，你用双重的标准，我告诉你，你做人失败。我就是这样一个结语。很显然这些议员对这个党内的同志做人比较重要，对党外的对手，谁跟你做人做事，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心里心知肚明。有不知道高议员有没有看过这个黑暗骑士蝙蝠侠诺兰三部曲，很好看，还有小丑希斯莱杰那一部。最后这个 Harvey Dent 就是这个检察官检察长，他不是变成双面人变成坏蛋吗？然后最后他变成坏蛋然后就死掉了嘛，结果蝙蝠侠把一切都自己扛了，他不会去对外面讲说我跟你讲坏蛋是他啦，弄死他啦，没有，没有人会这么没有道德，连蝙蝠侠都不会啊，连拍电影都知道这叫做人啊。他是高谈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因为受了刺激变成坏人死掉了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着了。他起码是为了城市牺牲，我们让大家记得他这个样子就好。你在干什么啊？这到底在干什么啊？对，我觉得民进党的市议员或者是时代力量的黄姐他们真的人在高雄，然后你应该要想想看你的所言所为为高雄到底带来什么，是带来下一次的仇恨跟斗争，还是你口中之前罢免案刚过就说大家应该要从此大家就要和平相处。对，这个世君子也这样说，一遇到事件的时候又冒出来了。像今天那个黄姐的部分，我看那个郑昭馨局长非常的生气就是说下午的这一场音乐会，他不断的打电话给
这个高雄市政府就不断的在质疑说经费谁出的，这个对不对？哎，对，来，赵新的脸书在这边哈。对，然后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一则新闻了，就是说他还不断的在质疑，明明是一个告别、离别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好好办完，其实就好好的说再见，这样就好。他到最后的这个关头，还在挑剔，还在刁难，还在为难。这个是不是真的太过火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身为市议员，你监督市政府当然可以，但是你过度的这样子的刁难为难，在人要离开的前的这一刻，离开市政府这一刻，你还是不放过。那你认为高雄市民如果是支持韩国瑜的人，支持许议长的人，你认为他们会放过你吗？这就是种下仇恨跟斗争的开始啊！因为你不松手啊，那所以我觉得政治有时候是无情的，但是政治不要到没有人性。我觉得这一些高雄市议员有的表现就是没有人性。高敏仪议员他后面脸书这些影射啊，不停的影射，我觉得最不堪的就是你对一个人的抹黑栽赃影射。好啊，那个罗志正不是说要拿证据吗？高敏仪议员，你拿一点证据出来。而且他是抹黑一个什么叫做大家都知道没有办法帮自己辩驳的人，就说什么众所皆知，皆知什么？认识许议长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是这一个吗？你到底要影射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连一个做人的基本条件可能都没有达到一个该有的标准。我常常说政治可能有时候会很无情，但是你人性的底线你一定要守住。当你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怪后面有人会也用非常激烈或者是你觉得不应该的手段，他可能会反噬，会过来修理你。你看黄姐现在面临到的就是被罢免了，就是那个联署的人数很多人哎，所以大家也在看说黄姐他自己是不是要去面对他之前对于韩市长，你到底真的是监督还是刁难，还是你就根本是仇恨这个人？你到他今天的这个活动，你还要这样子处处来为难这个高雄市政府？那我觉得很多就是自作自受了。真的齁，来。